你心真是要命呀！好大一张，好扑你呀！好大家伙！二三十个红包。打包了不少好东西啊！没想到是，这是我们出门带的一些东西。本地的花生油，还有一大袋。丽琴绝对是一个行李狂魔。我觉得我是所有女生当中算少行李的了吧？你还算少行李吗？我叫我妈给两个就行了，她还给了三个，全部都是丽琴的行李。你不要吃？我肯定要啊，有的还是我想要的。她自己要求的，脸皮好厚啊！要不要姜啊？要，不用装那么多了。不怕的，我们等一下吃海鲜要装多点。这个油也是，还有这个杯子，我倒是觉得还挺方便的嘞，对吧？主要是我们那边没有这么好的姜。他还说我笑什么？我说，什么来我家就什么都要，你说我笑什么？我那里是没有啊。装上面去吧。有啊，放吧。这个竖起来放。我故意放下来的。哇，这么大的沙田油，我感觉我吃这些比较少。这个看起来很小，但是它里面剥出来的肉很大。他得说没有下那些化肥啊，而且很甜。我听说老的树打的就是比较小，比较甜，但是就是看起来很小，没有卖相。很多水。我还带了很多水果。你去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，你打开看一下。是什么？什么水果都有。你还带了鱼啊？对啊。猕猴桃。我妈妈宰了三条鲫鱼。你不是吃猕猴桃不行吗？我妈带了三条鲫鱼啊！我可以啊，这种是奇异果，它是黄色的肉。哦。猕猴桃不行，那奇异果可以啊。还带了那么多车厘子。对。我还是要多喝一点这些水，因为我的胃的话比较差一点。我先收拾好这些。这个也放上面吧。你看这种姜，我们那边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这么漂亮的。这种是土姜来的。这种不是大木姜。不是木姜，像那些大木姜的话哪里都能买到，就是不好吃也不辣。这种比较辣。而且像现在这个季节吃姜的话也是刚刚好，我感觉来泡泡茶呀。我说我们两个根本不用带那么多姜，他说不怕，我们吃鱼要用得多。那肯定呢，晚上也吃鱼啊，鲫鱼。放哪里？这个放哪里？这些，哎，还有肉丸呢。这个放哪里？肉丸先拿去速冻。对，先速冻吧，不然等一下就坏了。最上面。在家里自己做的。我妈妈也给了我一大堆的那些小鱼。哇，这是炸鱼啊！对，那么多。小鱼干、炸鱼。你一个人吃啊？两个人吃啊。我吃不了啊。两个人轮流吃啊。我不要。你要的，到时候你就知道很香了。上次问你要不要，你就说不要。下面放不下了。可以，你给我给我给我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空气也放了。像这些花生油都是本地榨的，跟外面买的不一样。到时候这下面这瓶我都不想要了。这是我爸他们单位发的。发的。嗯。那也是好油啊。对，他们是现榨的。嗯，下面那些调和油啊什么的我就不想要了，我还是吃这些当地的油比较好一点。哎呀，我抽一下，放下面吧。你看刚刚好，所以我才拿过来嘛。啊？刚刚好。关不上了。太小了，这冰箱。嗯。打开看一下，其实它上面这个急冻仓的话，也就放个两袋东西。两袋东西，水饺的话就放三四袋就满了，下面位置还多一点。姜也放下面吧。姜不要放冰箱。为啥？姜为什么要放冰箱？不然它不坏的吗？那你放下面吧，下面还有位置。下面放不了了。放在米呀、啊，米那里、啊。哇，带了这么多东西，我的车子都不知道能不能消化得了。那你还一直要？你真是够了。
现在是把，因为好像有28度了吧，在车内，把这个打开，其实好像效果并不明显啊、哦。那些20度，现在温度是调到20度，最大风量。开了多久？刚刚才打开啊，稍微凉快一点吧，但是还是感觉效果不太大。这是新买的锅铲。嗯，对啊，新买的锅已经放里面去了。收拾好啊，你这些东西。腰果。上面还能放，放上面。啊，到时候当做早餐挺好的。乱七八糟的。那，这个我等一下放。这个是我新买的镜头。怎么那么丑？技术宅。这个是 3D 打印的。这么轻的？对啊。跟玩具一样。本来就是玩具，100块钱一个。没见过吧？这也是镜头，我这个相机用的。这些干嘛呀？放这。这个是去年那个大哥送给我们的头灯。我们的放那里，放那里，那里太小了。你想今年赶海抓多点的话，你要买大的。我们不是有一个户外灯吗？啊，哪个？户外灯啊，之前那个放在那里了。哪个户外灯？哎呀，这个户外灯。那个也不够亮，那个要一直拿着。对啊，但是它照明度还可以的。这个怎么没放回去？没有，忘了。浪费空气。你用它讲吗？放在工具栏这里吧，这里上面。还有我的数据线啊，耳机啊。那怎么你跟苏打水到处都放啊？我很多啊，我买了一整箱。那里塞了也有，冰箱塞了也有，这里也有。我是真爱呀、啊。你的眼镜。放在上面备用。这个、能用吗？能用啊。我现在车上有3-4双我自己的近视眼镜。我的已经拜拜了。你感觉很骄傲的样子吧？对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放跟我那个塑料镜头一起的。这是什么？放哪里？那是光圈环。放哪里？放上面吧，上面那里。这里？对。放不了了。把空气放抽掉可以放的，塞一塞更健康。我感觉最满意的还是这个空间呢，确确实实啥都能塞。好多地方能塞哦。对啊。虽然带了那么多东西到房车里面，但是也是还能放得下。不是，就感觉这里跟一个百宝箱一样，哪里都能塞下东西，而且还没有把我完全用完。对。它下面要不要把那些大棉袄塞到下面去算了？哪些？它床底下。对对对，床底下一个超大的空间。我们下次应该还会回来吧？3月肯定回来呀、啊。对，因为我棉袄那些没有带了。那边还有一副你的棉袄。我就只有一件在车上。嗯。放着去。这你放哪里？这先放着去，我先收拾这里。我买的垫、坐垫。铺上试一下好不好看、我本来拿那个小钩子，想把你的包永远吊在那里，以后就方便一点嘛。结果这个那么多水饮料放哪里啊？哇，你等下我来收。等下这些我来收，这是家里面拿的饮料啊、椰汁啊、牛奶啊。你这衣服洗了没有？没有，臭了。洗吧，现在洗不了了，应该。你看冰箱，你看连那里都能放东西。这个是脏衣服啊，等一下不要忘了。上了高速一起洗了吧、嗯。这帽子不要了。什么不要了？放这里，这里是衣帽间。哪里衣帽间？这是放帽子的地方。嗯，好多帽子我们。哎，我先铺这个，我已经很期待铺上这个。铺上去。但是这个可能还要剪一下，因为这上面，我想让用这个枕头应该可以拆下来啊。可以啊。压住。可以啊。什么文案的这个？老虎还是猫？就这？哎，他弄得太大了，我说了不要那么大。我感觉是乱配的吧，这个。什么乱配的？好像太大了，大了一整圈了。没有，等一下先。到了夏天，屁股都会发烫啊，这样。这个皮的更烫啊。这个布的吗？啊。哦，好吧。本来我是想着装上这个
洋芋的毛就不会塞到这缝里面，然后你又没有带洋芋出来的。我妈妈说不带洋芋出去了、嗯、她一个人在家里面无聊，洋芋就跟她在一起。好看好看，刚好。这个怎么拆下来呀、啊、往上拔，拔直接拔，按下去然后再拔。对，哎呦，这个可能要剪两个洞，先试一下位置吧。是证明这个空调还是不太顶用啊，现在不是很热啊，不是很热，也不是也冻 也凉快不了。对啊，在这里开了的话还是凉快不了，这只能晚上用，睡觉的时候。基本上说太热的话，就是到后面把空调打开，把拉帘一拉，它里面是很凉的，但是外面是不凉的。嗯，因为我的车子本来就还有点漏风，就更不凉了。还可以，感觉效果花里胡哨的。贵不贵？不记得多少钱。一百多。不用。阿婶，麻烦你让开一下啦。还可以啊，这个。挺好看的。丽君、嗯、你今年发了多少红包啊？嘿，我的全部都带来了。我的也还没拆。你的没拆吗？我的怎么说呢，好像大部分是没有拆吧，但是有一个我拆了，用了50块钱呢。我想了一下，过年好像是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，只要是没有领证的话就算没有结婚嘛，没有结婚的话呢、嗯、不是说你们客家人应该都是这样吧？不是，我问过，不是。是吗？对，因为广东的都这样吧。有的地方呢，他是上了一定年纪之后，他就一定要发红包，不管你有没有结婚。我们这边只要是没有结婚的，就还算小孩子，还有红包收。我今年也是这么多，不过我今年也是挺多长辈没有发红包给我了，因为也听说我要结婚了嘛，哦、觉得我长大了就不发了。你看一下你有多少，我有这么多。哎呦，这么多！感觉你还是要比我的要多一点的。还是要多一点的，还好多没有打开，拆一下吧。但是我们广东的红包呢，都是一般都是5块10块这样的。对啊，反正就是一个我们这边叫利市嘛，就是图个彩头。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呢，都不会有太大经济压力这样子。先拆你的吧。一般都是10块钱左右的，除非很轻的呢，就会在50块钱以上，这是很轻的啊，200。这是谁给的？这是我妈妈的。还有呢，我听说其他省份的哦，就是互相攀比，每家都会发多少多少红包。哎呀，这不是说攀比，是说风俗一样吧？不是，我听说好像是说有的会提前问你们家包多大的红包啊，然后他家就会比他家大一点点这样。这个不单指别人家都会啊，包括客家这边也会啊。是吗？不过不是攀比，而是问一下，等于说，比如说我们去包红包给外婆嘛，他就问一下包多少，然后两兄弟就协商一下嘛，看一下都包一样嘛，就不要搞得很尴尬那样子。包多少？30块钱。基本上可以到30的话，说明是很轻很轻的，也是比较轻的，对，很轻的。到了50的话，基本上是等于直系最精进的那些了。10块，哇，这个是新版的，看一下没有？没有，这是新版的，好漂亮。新版的都是花里胡哨的，蓝蓝的。是太久没见到钱了吧？我是太久没有开过，哇，100块。这个小红包也是100的。啊，这个应该是你妈妈给的吧？哦，我妈妈给的。啊，你妈妈给的跟你爸爸给的，200块。哇哦。大丰收啊，感觉高速的费用都够了。不是啊，现在高速免费啊。啊，是吗？过年呢、啊。哇，哎，到几号啊？那赶紧啊，赶紧跑过去啊。还有20块，高速免费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还真没想到。
再看一下啊，最后一个吗？还有一个。哎呀，十块，我感觉又回到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搞笑，哈哈哈哈，啊，20块，好多啊，好多，这就是我今年的所有红包了。不，我感觉如果跟那些江浙沪的比啊，可能人家一个都顶到我们全部了，啊，一个都比我们全部要多。我记得过年最多的时候也就收1000块钱吧，那时候笑得不能说话了，已经能收1000块钱。450，你数一下那。500。五百。1、2、3、4、5，550。嗯，还可以啊。哦，现在来拆我的吧，长辈给我们的旅游费。不过我们本来就是想着年前结婚嘛，但是因为去年还算是本命年结婚是不太好的，然后我们就想着过年后嘛，然后我想过年后呢领证，丽琴又说不想就过年这段时间领证，反正还要回来一趟嘛。对啊，就3月18号领证吧，我妈妈说那个日子还挺好的，那会儿吧也可以吧。嗯，对啊，反正商量到好为止啊。你算一下你有多，我帮你猜吧。是先猜大的，是先猜小的？都我来你来。我要喝水，太渴了，现在天气很热。好多啊，你猜小的吧。你猜。哎呀，把人家网友又说我这么搞事情。这个是200的，这红包不要扔了，就放在车上吧，利利是是。对啊，利利是是。我们出门的话很讲究这些彩头，包括我自己出门的时候，我妈妈又多发了一个红包给我，就一个顺顺利利嘛，取一个好意头。20。今天是年初四哦。嗯，30。一出门，哇，我感觉你的应该会比我多。哦，这个100的，嫉妒让我面目全非。5块，有一张5块的。这个一看就是发给小朋友的，聪明伶俐。10块，哎，还有一张，差点没抽出来。哦，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次。没钱用了就去翻以前的红包嘛，有的他可能会里面你抽走一张还有一张在里面，对，就可以解一下燃眉之急了，或者是说没有拿出来不知道了里面还有。对啊，10块，我来帮就一下子全部拆开吧，然后等一下再数一下一共多少。10块，大多数都是10块的，就是一个彩头的意思。我们这边还这个20真的比较少，这一些讲究。听说有的地方包红包是破万的。这个也是20。10块。有的感觉，有的朋友过个年可以发一笔彩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做个买卖，以后跑呢，到处跑呢，就多结交一点，然后什么江浙沪的。然后年就不过了，年就去他们那里过。你这样没家没户拜过去，我有喷死你。开玩笑。20。我本来想着今年还是想多玩久一点的，但是实际情况我觉得还是出来吧。10块。在家里面待着觉得也太无聊了一点，有没有觉得跑久了之后？100。十块。跑久了之后。就在家里面嘛，就待不惯了啊。50，有一张50。100，我感觉你的要比我多一点。两掉。我就要4张，其他你的了。给我数一下。400块。对，400。这里500。哎，多少了？600。哇哦，比我多了整整200块。675。我再修一下。等一下哦。
该跟开花一样，打一副扑克牌，这么多，这就是我今年全部的压岁钱了。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年领压岁钱了。对呀、啊，明年就到我们发红包了。出发吧，等一下。嗯。就是现在是年初四嘛，也祝大家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幸福。我们这两天应该可以到徐闻那边、嗯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到徐闻，哦，对吧？对，三天最多三天时间到徐闻，然后去海南岛那边赶海了。我们也有朋友在那边等我们过去赶海，很早就发那些视频了，赶海的视频，就一直要抓到海鲜的视频给我们诱惑我们，诱惑我们赶紧过去、嗯，还是要过去啊。你这个是给我保管吗？你拿着吧、啊，真的是肤浅。好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，拜拜。